即出名叫做养鱼场刚刚爆水管，哦，规个涂骹拢装水啊！后尾啊，问题找到了，哇！你看这，这种是这种水，这种水管有无？嘛唔知讲种水管啊，这种头啊，伊这是算咧接空气的，袂当接起落来。因为你这你啊接水管，伊这有一零一零，你知道？啊，你如果用这一种的话，它就是今天直接这样子，它从这边。一堆这断开，现在有吗？有没有？啊，后来把总电源把那个那个啥水表给关掉了。所以当初那伊这过来，伊这无一零一零，这个适合接空气，这个不能接水。伊怎么你插过来就跳过来？所以这尾爱用一条管哦，直接安尼过来。但是我里面的管子，这一条用这好啊。对啊，这袂当用，这要慢掉，因为它这个很容易滑脱嘞。啊，你啊有这一零一零，这个还好。好，来开始 DIY。好，来这个，好把它切开。好，不要拉手，切开之后拉断，这边也是。好，这种细胶的钢哦，我感觉有一个缺点。它这个久了之后它会硬化。好，这个软管接上去，瞬间接上，过来跟我接。哦，不要拉手，一二三送水。哦，整个水转过来走足八点的。好，补水开。哦，不要拉手，水出来了。OK 了，然后接不列那树枝补水，所以这样做这自动补水，这样也算这样蛮不去标了，真麻烦的。这样可能会竖线锁的，啊，我这水也上大，不列那树关掉 ，OK。